大家好，我是士林机械的 Yuri， 今天我们来到高雄的辉鸿实业有限公司。辉鸿实业有限公司呢是台湾专业的 CPP 膜生产商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，主要是为了要让大家了解到 CPP 膜完整的生产流程，并且认识我们的回收机是如何帮助他们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，以达到循环经济的效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公司哈、差不多从事40年，那个花卉包装材料。10年前我们就开始投资 CPP 膜。为了永续经营啊，问的是就是要一条龙，整个从搓膜、制造、出口，全部都是一贯作业的对吧？台北南边恁的机台进行做出来的废料，我们就把它用在一个太空包里面，太空包蓬松啊，一直在有所在，然后坑，以来一个堆叠，然后废料回收卖的话，价格又低又不好，那所以讲，我就是讲好，我一定要买一台回收机啊。万一在那个整个后段的那个废料真的效用还有成本太高了，所以说我准备来买恁 POLYSTAR 的机台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买你们的回收机要有三大优点：第一个，减少我们的库存存放空间；第二个，减少我们去买料的成本。第三优点，提高整个我们工厂的产能还有效率。我们这样生产的话，我们的废料比哦，差不多在4%到5%而已。所以说，很感谢你们 POLYSTAR 的这一台机器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点击这边来获得更多资讯，也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以免错过最新消息。